啊，你有搞未？啊，不要老是在假象好不好？风灾也来，地震也来。只要眼睛张开，一往外看，你就会看到商家。佛教办完办道教，道教办完办功德会，功德会办完又回来办道教。路通的时候我想来看啊，但是很多石头，什么都没有。大人还是小孩，都因为爸爸水灾有一些打击了。那借由拔河这项运动，让他们的士气可以发挥出来。你偷吃，居然比早上还要早。那这个鞋子哈，等一下要还给别人了。外面的学校有防滑鞋，有护垫，我们是没有呢。他都陪爱六陪，手爱六陪，往后退没有路，啊，打不如只有往前转。哦，传令令。两千国小八二队的专攻两军啦。我知影，我看了 Facebook。各位乡亲，咱嘉善国小即届全国八二比赛阿军。我是觉得说，这阵子是他们在鼓励我们大人。小孩子站起来，社区还不会站起来吧？那个米呀，非常好，学生工力量很大。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，然后包括他们的自信，整个都提升了。当大家都在一片哀嚎的时候，孩子用很纯真的力量，让大家看到站起来的转机。